收看《玩方法》，我是小伦。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娜娜大师。嗨，大家好，《玩方法》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《玩方法》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大师。今天呢邀请到娜娜大师来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任务。没错。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MC。而且呢，已经在我的手上了。这个盒子非常厉害，因为它里面包的东西是跨界联名。它是什么呢？很好吃的甜甜圈 ，Krispy Kreme and KFC 加在一起。and Krispy Kreme 有一个音调，可以再帮我讲一下。Krispy Kreme， 毕竟我的英语也不是来自于什么美国的，要不台式的英文，英文不 OK。可是呢，这次我觉得打开你们看，你们会非常的惊讶。来，我刚看到说，呜。我非常爱吃任何甜食，包含甜甜圈。看我的身材都知道，甜食是这样吃来的。你看看，原本呢应该是汉堡、面包的材料，换成了甜甜圈，甜甜圈加上卡拉鸡，咸的搭配甜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产品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爱吃生菜沙拉的可以点。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，我只能说放纵自己到极限的美食。对，然后它的肉超厚的。因为其实我刚刚已经试吃过了，我在试吃之前我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，说甜甜的东西配那个炸鸡合理吗？可是我刚刚吃完完全全，因为媒体拍到其实他只希望我试吃一口，我试吃完一口之后就，你是心想说为什么没有人给我？我想要吃下一口，很好吃。但是你们可以看看他的反应，因为他真的要真的试吃第一口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刚刚还没尝试过，我现在要来尝试小伦的第一口。好。你可以，你至少吃一半，对。有，小伦，好特别哦！它是入口的时候会先吃到甜甜圈的外面的这个糖霜甜甜的部分，然后呢，越咬会咬到它那个卡拉鸡腿堡辣辣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口感层次很丰富。而且因为这个产品是限定的，时间限定的，所以它时间非常的短，一定要在这段时间两周而已，就要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圈它也只有十一间，非常的超短，限时哎！我觉得能够吃到人，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一定要试吃看看，因为这段期间年底呢，你一整年忙了一整年，一定好好的犒赏自己，吃个你知道最这个的食物，而且限量的哦。我可以吃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没 cue 我会一直看它。没有，我还没 cue， 我想 cue 你们。因为每次我要拍 KFC 的那个产品，我都很焦虑。为什么？到底要怎么吃汉堡才能吃到好吃的样子？你说美丽的状态，对，因为每次都就很怪啊。因为他们用料都非常实在，就超厚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请娜娜大师来示范最美丽的吃汉堡方式。你确定我合理吗？我本身长的是谐星哎、okay。不能太色，这是很健康的食物。健康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一个方式，美女们，如果你们真的很害羞，你就稍微偷偷的压扁一点点， oh。 对不对？压扁一点点，那你嘴巴会变小，这是吃东西的秘诀。你看我嘴巴就不用张，这样，你就可以这样就够了。压扁，你开心就好。真的，你知道扁扁到底是美丽。如果你跟男朋友约会，你会害羞的话，偷偷压扁，我觉得没有关系，你就这样就吃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了，偷偷的魅影来一下，有美哦。那你要讲一下你尝的口感。第一刹那真的是甜的，甜甜圈会先那个甜会先入到我们的味蕾，然后接下来我发现哦，吃了这样子的搭配之后，辣度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刺激。对，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很怕辣的话，其实你这样搭配会让你的辣度减低，会比较搭配的起来是咸咸甜甜，对，其实很舒服的感觉。Thank you。那要来帮我们高歌一下，吃完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我一定要好好的献给他。刚刚没有唱哦，只献给你们。对，就是我只能说九零的一首歌叫做《大丈夫》，来吃完。但是我为他改变一下，就是 I don't want a boyfriend, I need a KFC, 肯德基，肯德基，肯德基，肯德基。我没念多久，就是昨晚想了一下。很顺，然后觉得哇塞。对，很棒。对，就是真的觉得是，假设你现在是单身的人，你真的去泡他就好了，就你这心情就很好了。现在 KFC 可以边听这个大众的这种。那你明年有没有想练什么新歌？明年我很期待自己可以发一个单曲，因为毕竟我的实力跟线上的歌手，我想是差不了太多的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我期待你出的就是边唱边跳的。我也很期待，对，因为台湾的唱跳歌曲稍微少了一点点，我可以来这块为这个地方加油。要不要跟九令来？OK 了，当然 OK， 没有问题。九令，我非常欢迎你。期待一下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玩芳芳介绍 Capsule 新品呢，就到这边。Thank you， 谢谢娜娜大师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